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文评论道》。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的棋局呢，是世界人机大战的第二局，由AlphaGo 对李世石九段。那么这个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棋局啊。来为大家做讲解的呢，是刘晓光九段。刘老师，您哎，好。你好，大家好。这是 AlphaGo 跟李世石的第二局。他们要下五盘棋呢，今天给大家来讲解第二局。第一局，李世石中盘输给了这个电脑，这是第二盘。第二盘呢，黑白棋换一下。这盘棋李世石制白。那么他们中国规则贴七目半。我们三又四分之三。我们现在看这个棋啊，现在是，这个是第，他是下的星位。对，星位下的第一个星位，第一个星位，是星位。然后白的也是走的星，是吧？白棋是对角的星位，对。走的是这个小木，小木对，走中国流的小，对，小木在这儿啊，这个都是非常正常，但是都非常普通的。你要说他布局有什么联姻，就是走是爱走什么，之前也都不知道。他这个电脑学习呢，他是学习了之前大家下过的所有的布局，他认为哪个对他胜率高，或者是怎么样，他就用哪个，可能是这样，我们只能这么理解啊。我们知道的数据呢，是他之前学习了人类的80万盘棋谱，80万，所有能找到的棋谱，他都给他输进去了。哦，然后他自己跟自己就是对弈的练习是在3000万盘。哇，这个数字，对，是这个对人类来说，这辈子是没希望达到。不，你多少个辈子在做，你叠加我们所有的棋手可能。都不如他这个，对对对，他的那他的多长时间学习的，这个不能跟人类这个比。对，他这个量太大了，他不需要吃饭，也不需要睡觉。对，我们的缺点他没有，但是呢，是我们的优点他都有。这样的，我们以后怎么跟他下？但是现在是说他已经给我们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。你之后你输给他是一定的，一定的，只是。输的多和少的问题。现在就是说谁上去，或者说要说信心要赢他，或者偶尔赢他一番，这都不足奇，这不重要了。就是说他已经说，我们的距离啊，跟他是已经都不在一个同等的一个对可比的这个范畴了。对，经过这五番棋之后，我觉得大家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。有了这个人工智能，还有这个自我学习能力啊，这个太可怕了，不行，没法下了，因为他知道你的思，按你的思维方式，你现在找不着他的弱点的话，你就很麻烦。对，即使找到了，他还能克服，这个就已经不对了。和以前我们说那个连笑。只是让六颗子赢，那完全不在同一个水平线。六颗子赢，你要达到一个专业顶级的时候，那需要漫长的时间段呢。对，那一个棋手他要达到从让六颗达到，比如说最高的九段，他没有个10年寒窗，根本无法想象。关键10年寒窗，他不一定达得到。对，多数是达不到，多数达不到，大多数达不到这个水平。现在我们来看这个棋啊，他就是这个挂了一个，他走了一个普通的。这非常简单的丁式，是吧？非常简单。那么再虎一个，黑棋挂了，先挂一个，他是先挂的，这是飞一个，虎一个，这就是出现频率挺高的这个，对，挺多的，是的，经常能见到这么像，对。但是接下来就见到的会少一点。这个多数是走在这个地方，拆一下，拆一个，这个是棋谱的。概率啊，可能叫超这个概率啊，都是一半以上，都是在会走这个，就是黑棋走这儿。对对对对对。那接下来呢，白棋有种种下法，比如往下跳啊，或者是挂角加工等等多了。这个呢就特别多，出现率特别多。但是呢，然而够没有走，这个黑棋是电脑，它是走的这个，中国流。对。看来他对我们中国流很认可，中国流下了多少年，这个经久不衰，他觉得这个胜率挺高。对，没错，所以看来我们中国流还引以为自豪啊，中国流，他很认可，而且出现那个中国流的概率是不是，还他挺喜欢这个位置的，
啊，喜欢这位置。好，我们再往下看。白棋在这儿，三尖高加，李师师加工。这也是对付中国流很常用的一种手法。这个应该是挺好的一个位置吧？对，挺好的位置。是的，是的。嗯，啊，这都毫无没什么说。但是他这个尖一个刺一个，先交换一个。嗯，很多人当时觉得这么早交换合适吗？其实后来我们一看挺好的。对对，而且他后面走的话可能不一定会这样。哎，对对，先期交换是很好，他这个算路挺好，这个尖一个是好棋。但是呢，这个是我们以前如果他没下之前，大家都没意识到。大家肯定不会这么想，就没事，没意识到他这么好，无缘无故去刺他一下，不会的。刺完之后，我们都得出结论是刺是对的。而且是好棋，对，经常会有，就是说之后想刺不到的这种情况，经常会。现在刺呢是个好机会，对，是的，挺好。我觉得他这么下完之后啊，会使得很多这个专业的高手会模仿的可能性很多，对，说不定大家会看到棋谱，可能拆之前，也许大家都是先刺掉了，可能会。他以后会引领我们这个潮流，对，会让我们很多是追捧或者说模仿。对，嗯，我有这种感觉，就看完他们的午饭棋之后，我觉得自己棋隐隐有点有所进步的感觉。我已经很多年都没有这种感觉了。所以这个机器太厉害了。嗯，这个我们也说机器也有，我们现在都昵称它是狗狗啊，这个太厉害了啊。这个一下子把我们很多专业棋手的这个思维都给颠覆了。对，是的。现在他走什么呢？他拖了一个连扳。嗯嗯，先在那个地方定型，白棋打吃挡下去了。对，这个棋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下法。嗯，多数白棋可能会这么下。嗯，多数啊。黑棋断一下，断一个，拐出来，对，然后把这个搅活了。而且当时我们在看的时候，我是看，而且做那个讲解那个啥，那是当时觉得这么早就要一个角跟白棋这面交换呢，按多数的理论是这样是亏的，就是说越早啊，你拿角给人家外势交换是不便宜的。但是呢，这个。狗狗他觉得这样挺好，他走完之后再选这个是吧？对，形状，这个形状他修正了一下，本来你在这个地方，他在这个地方。对，他修正完之后啊，比较好什么？他我们往后看，他后面一手变得好了。嗯，下一招这招棋变得好了，他过了几招之后，哎，他那个挺好，他是现在白棋，现在白棋交换一下这个，哎，这个一个比较普通是吧？然后再挂这个。这个呢，这刺完之后，他就把这个就干脆就走了个简单的尖顶掉，尖顶掉，然后白棋走这个是吧？对，这个普通进行，应该是普通进行，挂完走了这个，这个应该说差不多，应该差不多，但是你这个位置比较低，对，应该说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普通定型。棋局还早得很，现在早得很，下到现在，这下一步呢？有点让大家吃惊，稍微可以看到的时候，乍一看怎么下那儿上去，是这样一种感觉。尖冲，这招棋尖冲啊，后来也被大家认为这个是不是有点神这招棋？但是这个棋呢，我觉得你首先打入是不可能了。对，那人家尖冲其实挺好。对，我也觉得他下放这个形状挺好，应该说也比较普通朴实，也是个好点。但是呢，关键是这个李师师有点懵了，他被他五路尖冲，可能一下子有点不太适应。他全盘长考的最长的就是这招棋哦，大长考哦，大概就差不多快要20分钟吧，他长考这个棋他长。多数人大家都着急啊，说你这个棋就明显爬一下不就完了吗？爬一下这是最简单的，长一个然后点三三，这是大家最最这个认可的下法，而且觉得这个最普通，而且黑棋给他出难题啊，他立还是挡啊，其实让他来选择，这是我们觉得最普通。而且柯洁他当时就着急，后来我们也说过
他说怎么不这么走，都肯定要这么走啊，都想什么呀，应该这么下吗，是吧，着急了，他都着急那个很多人都觉得这样真是一个普通的哦，对，而且你现在你黑旗党还是立，其实是这得且选择一会儿，你的至少你的动脑筋呢，你不是说那种当然的，其实是给对方让对方选是最佳的，对啊，其实白棋这样下呢，当然是一个很好的下法，对啊，但是我也觉得这个前面这个五路尖冲，其实黑棋下挺好的，即使这样下呢，我也不认为这棋黑白棋就好了，就那种那好还说不上，还谈不上，谈不上，但是这个下是个很正常白棋，这是我们最普通的那种下法，嗯，但是这个李世石他没有下普通的，这个时候啊，我觉得。现在看啊，他那个心态有点那个什么，是的，是的，李世石真的，他对了电脑，第一次受到这么全球的关注，又是对一个冰冷的电脑，让他以前没有过，然后呢，这个又一个高额的奖金在那里，大家又这样对他期望值那么高，之前他又放出话说又想5-0赢对方，使得真的是他的这个人呢、棋手啊，在那个时候心态发生变化，对，我是作为棋手是经常在大赛当中，对，过后一看怎么会那么下呢，但实际上你不知道你上场了之后你才知道，真的到时候容易变形，没错，很难把握有时候你的那种正常的心态，对，这个我能够理解，这人都是有情绪的嘛，而且他之前他肯定是认为这棋5-0应该没什么难度的，然后没想到第一盘就已经输了，这是第二盘，这是第二盘，对，第二盘第二盘怎么回事，第二盘他压力就尤其大，我相信的压力很大，而且这个时候我想他对于 AlphaGo 的实力会有一些了解了，经过第一盘他不敢那么大意了，不像第一盘那样。当然又特别想赢，对，又紧张。这个时候呢，这个在这个尖冲的时候，他长考了，长考完了，居然是走的这个。他贴起来了。这个棋啊，我总觉得这个棋，这个棋他贴在这里，对，长一个，然后他又去飞一个，落了个后手。这个时候3-3。是最想进的，像我都不飞，我都直接3-3，我特别想点3-3，还不赶紧点3-3啊，这迫不及待，那个点3-3最想，他呢是抢中央，还有一个现象，就这个 AlphaGo 啊，他的中央的这种军事在中央行棋啊，他的那个均衡力啊特别强，没错，是的，他的中央的控制力也特别强，他很看重中央，应该说，哎，可以这么说，非常看重，我们这么说啊，有一句话说高者在腹，是的，是的，就是说你在中央你行棋啊，行云流水的话能控制好啊，是高手，一般的人呢，边边角角抢抢容易，但是中央你走得好是不容易，对，是的，但是这个电脑它是这方面强，对，因为它这个有它的强大的数据库，有它强大的思维能力，这个棋就是它的我们可怕的东西，中央不会走的东西它都行，对，其实这个也说明我们的古人其实很厉害，你想早有这个高者在腹这四个字在指导大家，只不过大家还是没法运用的很好罢了，对，也都怕走中央的棋，一到中央都晕，觉得不知道应该走哪儿，往哪个方向，或者怎么控制中央的他那种得失啊，或者那个势力啊，怎么来分配啊，这个都特别难，对，是太难掌握，主要是，但是现在他中央走得好，他走完这个之后啊，黑棋在这儿，这招棋其实是这招棋的后续手段，是个好棋，怎么讲呢，这通常啊一走在这儿呢，也很多人是要飞，这第一杆是飞白棋飞，但是飞的被他一贴，你看这儿是个有一个冲，先手你要是先粘给他贴完，你变成后手他能够虎在这里，而现在你虎不了被他冲过来了，所以这个棋呢，当走在这儿的时候你拐吃呢又不肯，
所以这道棋变得特别好，黑棋。哎，我们那一尖冲的时候，这个白棋啊，就有点不舒服。他爬到顶上，那爬一个，他是爬，像你长的再飞。对。但是现在呢，就因为你爬了之后，他下法不同了。黑棋粘上。粘上，对，这个时候好棋，粘上呢，你大概是要贴的。这个不贴被人家压一下受不了啊！哎，对，所以这得贴起来。对对对，他下的挺好。他小尖了一下。对对对，是尖了一个。对，这个棋呢，就通过这个呢，残子呢，利用让在这个地方来定型。嗯，下的真的是很不错，这个地方。嗯，哎，他把你的子力的运用啊，其实达到了这或者最佳或者比较是完美的地方。嗯，他这两个子呢，就白棋现在他可以把它吃掉。你比如说，你实在想吃，你可以冲断它。那他就是。但是这个吃法，他吃的很不舒服。对，这个他是希望的。人家一尝这儿。对对对。啊，回头这儿是跳过来还是打击打，他都可以选。哎，他这还可以单尝一个。他就走走，你给你吃也没关系，这个没啊，给你吃。对。就是说你的效率不高。嗯。哎，这通过这个呢，他弃掉，把那个又拉出来了。嗯。哎。现在他是怎么走、怎么处理的？这个时候要考验一下李世石了啊！白棋实战是搬了一个，搬了一个，嗯、对，他要求先把你这两个子走重一点，对，然后再吃，对，挡住是，嗯，这个搬一下走一下，你是这个时候呢，就是大家事后也研究说，这白棋能不能现在这先团打一个？团打他是粘上的啊、嗯，我估计这个是没得说。嗯、如果我先搬呢，你有可能把我断了，断所以我再冲可能您就提了算了，我就想。那当然，那当然。所以我想我还是先冲一个吧。先冲一下啊，先冲一下。这个时候，假如打这个要。假如说这样是吧？哎、啊，那么我再搬。对。这就不一样了。如果再打，我就打。对。啊，拐的时候呢，我可以这样打。嗯。再走这个呢，我就这样打。对。打的他把他打晕了，提掉的话呢，我就再打吃。打吃他提掉呢，我就从外面这一打就行了。啊，这个子是没有的，白棋这个子没有。对，是这样的，他把这个提了。他把这个提了，形成这样的转换，形成这样的是吗？哦。这也是一盘棋，应该是也是一个下法选择，对，也是一种选择，嗯，也是一个选择。但是黑棋，对，这个是白棋。这个是个手段，嗯，直接给你，给你绞杀这个，这样好像也不见得就黑棋也不见得就坏啊，也挺好，好像，这反正怎么下都没有觉得好像黑棋就不行了，对，没有觉得白棋一定好的下法。对，你当时也可以先滚一下，那么不打或者先不打这个，先打这个，对对对，但是那个棋也是有的探讨的。可以探讨，对，可以探讨，是的啊，嗯，那么这个也是一招，这有人提出来是吧？对，有人说这个团打的是团打，对，啊，那么这个棋他的实战，李世石，你想高手啊，他最后没这么选，他走了什么呢？嗯，我们给大家留点悬念吧，他没有团打，那他选择了什么变化呢？啊，一会儿回来见。好，嗯。好，欢迎回来，我们继续来为您讲解人机大战第二盘，由李世石对阵 AlphaGo 的对局。刚才呢和刘老师为大家讲解到这儿，对啊，就接下来呢白棋哎搬完了他一虎怎么办呢？对，刚才我们给出的团打的变化呢，似乎黑棋也还不错、也没有觉得就白棋就好了。那实战呢，他下的是冲一个，嗯，这样下的，对，然后再打吃尝出来了，哎，这个时候那就希望你来再恋恋不舍，再要这个子，那当然好了。啊，如果你粘上，那合适了。对，他就加一个就行了，一会儿把这个跳加加死了，嗯，随便你硬一个，我就跳加。哎，对，蒸也蒸死了，蒸也蒸死了。啊，对，这样蒸也蒸，怎么都完了，怎么都把它吃掉了？那这是这黑棋不行，这有初级的，这个就。这个以前你说以前的电脑有可能，现在这个不会了。他走的非常的，黑棋拐了一个，非常的正确。嗯，现在你就黑白棋必须要吃掉，大吃，形成一个转换。嗯，但是他呢得了也便宜呢，他就在这儿打了，对，
这个先手把这个走掉，对，这个也是黑棋也可以满意，他等于把这个逃出来了，嗯，啊，给你这个转换。应该说是两分，当时也有很多人觉得这样是不是白棋便宜了，嗯，也有很多，我没这种感觉，没有这个感觉啊，我没觉得白棋能便宜这里啊，他在这儿还来，对，他又掉了一下，掉一下，对，这个掉白棋并一个是不是尖一个或者别的，你觉得他尖一个抢个先手好一些是吗？哎，对，尖一个显得好像有点力量，嗯，总觉得应该尖一个第一感啊，嗯，这个但是李世石他就并一个，总反正黑棋总不亏的，黑棋啊，对，作为黑棋来说能吊着一下就没有吃亏的道理，也可以，嗯，是的，下成这样，下成这样，下成这样，嗯，这个地方算从这个尖，从这个地方在这儿徐徐的走一招之后，嗯，演变成这样，应该说是个两分的吧？对，现在也不能说谁就优势，正常的进行这棋，对，你也。白棋不管怎么也吃了，嗯，但是呢，黑棋也破着你的空了。嗯，在这儿算一个定型，以后看后面的延续了啊。嗯，这个地方走完了之后，黑棋在这贴一个，挺好，好棋挡下来，挡下来，嗯。然后呢，你在这儿又不肯被搬，这搬一个太大了，又立了一个，这个棋被他再搬一下挡住，哎呦，这个地方啊。这有点难受，下的这个棋，黑棋便宜透了。我觉得下的就是说黑棋下的最佳的状态。就白棋，你看它的子力，就全窝在这一团里。对呀，就觉得这效率太低了，实在是。我觉得这个地方应该是黑棋便宜了。就刚才就给还是应该爬一个，然后爬一个，对对对，会好。这个等于什么呢？等于尖着你等于拆的低位，我尖冲。啊，咚咚咚贴两下，啊，那等一个这样，就是黑棋该便宜的都便宜了，嗯，等于是达到了一个最佳状态了。啊，你本来等尖冲完，我尖你这个拆到低位，我一尖冲，你贴，我走走再贴再一飞，这儿也搬完了，嗯，然后这儿都便宜占尽了，再补一个。应该说这个局部来说，黑棋。没有比这更好了。对，黑棋明显得利了。明显得利，嗯，明显得利。对，嗯，这个替这个替白棋担忧。哦。嗯，反正这从形状上来说，黑棋这个下的都挺好，这个。这怎么这么看起来好像李世石的棋也没有那么可怕哈？但是实际上他还在韩国排名第二，仅次于朴廷桓。李世石绝对的高手。对啊，但是这盘棋反映出来，好像还是有很多的地方有点不足。只能说，我觉得主要是现在这个人工智能这个，太强了。强了，哎，突然研究出这个的话，就不是说，嗯，不是说我们李世石谁谁谁，就是说他现在，你的确，你现在你跟他就没法办了。这很有意思，最近也看到一篇文章说这个。嗯，这两个人的下他本来就不对等，嗯，因为对等的话两个人比如说两个棋手啊，嗯，面对面的坐着消耗的能量是一样的，做的时间一样长，但是这个 AlphaGo 他每下一盘棋他消耗的电量相当于一座小型城市一天的发电量。哦，这么厉害啊，可恐怖了。哦，这个我不知道啊，这个，他的后台有一大堆的机器，1200多台 CPU，所以是很可怕的，但是李世石他需要下一盘棋需要消耗的能量是一个鸡蛋的热量，所以他们在说这其实是不对等的，不对等，很有意思这个对比。哦，那是现在不是说不是，嗯，我们不是这么考虑的，现在他们两个，但是我们当时看的时候没有这样的对比的概念，对，没有想到，啊，没有这样的，当时是想你这个，啊，你电脑跟人的这个差距很大，就哎，你跟本来是跟我们不在一个同等线上，嗯，你根本跟我们没法下，嗯，但现在一下子它能下成这样，嗯，就是说它是质的飞跃，嗯，就已经我们无法跟它来对抗衡了，对，哎，无法抗衡，嗯，这只是说以后就是怎么向他学习，只是输多输少的问题，嗯，因为他这个是
通过是电脑来算，你人脑跟电脑是不能那个比的。对，可能在后半盘的时候，比如说我们今天这盘棋下完了之后，用一个程序来计算一下我这后半盘到底错在哪儿，看看它的程序是怎么。以后发展下去，有可能，有可能就是会利用这个电脑。它的这种计算，对以后国家队研究不出来的这些课题啊，都会来请教他。但是他现在 AlphaGo 还没有达到那种量化的这种状态，还没有办法就是大量的批量的生产或者批哇，那批量生产，我每人有一台，以后你那比赛的时候，我这都用回来让他给我算一算，你就没法给我下了。以后每次。国家队出征还可以带一台，那就那以后真的是规则都要变，中午也不能有暂停了，或者你的那个手机可能都不能随便去随便看了，所以那个真发展太快，现在但是现在我们看到它的棋以后的形式啊，这个超越我们人类这样的思维已经。都，我们以后就要调整思维了。对，一定是超过你了，只是说是你的超过你以后的这个速度而已啊。对，以后肯定是我们是不能说是你以后跟他人机大战，你要赢他，我觉得他只要是调整，你总会是要输的。对，是。好，我们来看这个棋啊。现在白棋下了这个打吃。白棋在这儿补了一个，他是还是觉得怕这个封住，跳封住，如果在这儿跳家呢，就给封住了。现在一吃呢，这块薄，是吧？那黑棋飞了一个在这儿，对，这个挺大。对，如果不走，这个被白棋放在这儿或者放在这个地方，白棋啊，那都是很重要的。因为走到这儿之后，把这儿分开，三颗分开，如果你这个黑棋这个不走的话，假如他不走是吧？假如不走，那白棋可能就往这儿走。哦，大飞一个。对，在这儿。这三颗你得忙着跑，这儿还有东西呢。这底下不安全。这底下都是漏着呢，啊，底下都是棋。所以这招棋非常大。是的。他这招棋选择其实很重要。很重要。很重要。而且他也不忙着选那个中央。一般一慌啊，或者在这儿补一个吧，他就在这儿，他这个选择非常重要，所以这中央的控制力，中央的选择他特别强。对，确实这个挺好，这几盘棋完全反映了这一点。这招棋很正确，是的。你在那个中央啊，这个他死不了，现在目前对你只要死不了就行，你走一个他就往前逃，往前逃，暂时不怕。现在这个白棋打拔了，打拔一个，哎呦，这个棋本来是点三三的，本来是点三，现在是多打拔一个，这多花一手棋。的确，这个棋亏了，亏了。你想，如果不说从价值上，等于你搬粘一个，这个棋亏了，就步调、速度都亏了，这个黑棋便宜。现在黑棋小黑棋转手补过来，对。事后看这个棋谱也是事后看，当时没有那明确的感觉，就事后看觉得黑棋尖到这个之后，我觉得可以称之为黑棋优势了。这你觉得现在？我觉得是这样，对，可以这样说了。就是之前我还不敢这么说，不一定，不一定啊，不一定。但是就算有优势，可能也是很微小的。但是现在是。可以确定这一点。我们事后你看还是只能事后电脑快吧，没有这种感觉。当时没有。现在我们事后说，通过研究完了之后说，哎呦，它是优势了，还是不如人家。这确实这个，所以这个我们人的聪明智啊，聪明才智还是不如这个机械化呀。但是它是通过。对人类棋谱的学习，然后自己练习，当然才达到这样的。那是，但是他通过这个学习，他学习的快呀。那没办法，这是他的优势啊。这优势，这个我们永远都达不到那个速度。我们不可能不吃饭不睡觉啊。而且，那我也得休息啊。即使你不吃饭不睡觉，你也就几十年啊。对啊。你最多你活个90年，都在下棋，总共你才能下多少盘？而他呢？几天就把你解决了，这个你没法跟他比了。对。好，我们继续看。白棋现在点了一个。点一个好点，对吧？这个是个好点，李世石的好点。
加一个，逼迫你加一个，对，也挺好，对，双一个，对，这个交换也挺，也是个正常进行吧，哈，嗯，正常进行。那么把这个地方走完了之后呢，白棋该，白棋他飞了一下，先。然后终于动手了，他按耐不住了，他觉得这棋啊，飞一个控不太够了。嗯，本来这有个点一个，想点进去是吗？想点，但是他都这个都交换了，他往上面打进去了，打进了，因为他这棋找不到着手点，那个、我这样理解。打一个也挺大。啊，他也不知道应该从哪里动手了，接下来。嗯，这棋。是啊。那如果都是空的话，明显。空不够，对，你的效，你的实控现在不是特别，就这点这个空，那个空，这个成不了太多的空。从效率量来说，其实黑棋的效率啊，布阵的效率挺高。嗯，然后接下来这个阿尔法狗的这步棋也是让大家看的时候觉得很吃惊。我就在想，他打入的时候，当时因为一直有人在强调这棋。打入了之后黑棋会怎么办，我一直在帮他想对策，嗯，但是也没有想到他会走哪儿，他走的是这个飞一下，其实这个挺好，不走啊，确实这个是不错的、嗯、走这个呢就先把这个口封住，让你去在那儿走，如果跳一个你已经便宜了，嗯，如果你硬吃呢不如这个，硬吃不一定吃得掉，那反而不如这个，对，他这个下的挺好，他飞一个应该说这个挺漂亮的、嗯、这个挺好，让你这颗子自己去，现在去往外逃啊！嗯、他是靠一个他先靠一个，哎、嗯，也是靠一个。也有人说下面拖一个，靠一个，但是那都不重要，这个都差不多，我觉得差不多。长，然后白棋跳。对，也有说往里面拖呀，或者打劫呀之类的。嗯啊，也有人喜欢这样。比如这个走拖一个走虎让打劫之类的，先给阿尔法狗，他说不会打劫，给他走那个棋。但是走这个之后啊，黑棋这个时候普通的或者说你往上跳一个，我走一个比较居多。嗯，就往上守一个是吧？哎，就比如说往上跳一个，对，哎，这个很多，嗯、哎。但是先他没走那个啊，他就这么压过来，他老老实实的把自己压后。对对对对对对，你这个能被我搬掉吗？这个太大了吧，这个受不了。哎，对，压一个，先定型。搬的是先手，他这个挺好，压一个定型很好，是挺好的。白棋爬了一下，哎，然后再搬下来，对，挺好。你这个不能断，断一粒那个气不够底下。对啊，这两个子要被吃掉。哎、如果这两个子被吃掉，那上面这个损失完全可以挽回了。你吃掉你啊？对，你还得后手补组做活呢。对，你在那边逼迫你定型，这个挺好。他先便宜先定型，嗯，这几招也是都是比较专业的，对，这几招挺好。他下完了之后呢，这一串就特别厚，这样。对，这个下完之后，这个时候要是我的第一感就是砸定，走在这儿，哎，单定一个，这是我的第一感，我第一感。然后你跑，我就跟着哎攻一攻，嗯，然后定型。哎，往把这棋局所就开始定型化。嗯嗯、哎，我是会这么想。嗯，哎，但是他这个下的有点让我出乎意料，实际上有点意外是吧？意外，对，我这几招有点意外。他下了一个比较，他搬了一个。哎，这看起来有点俗。说实话，我看起来第一感是地方挺俗的。这个招法好像以前不太容易见到。这个很就不会这么下。对，一般不会这么下。啊、都是我觉得砸定是第一感。嗯。哎，这个拿这么就直接这么，这个是过，这人家挡一个，就感觉太俗了，就冲了。而且他就还来一个这个，就这么来。嗯。这个下吧。我跟你说，这有点吃惊。我是不是他要出问题？电脑出故障了、哎，或者说，这么下法可能他要不对。嗯嗯，如果这样下的话，白棋能不能比如走到底下去，行不行？这样。对，这样的话，假如这样哈、啊。嗯。哎，假如这样的话，他是不是断？他就断吗？嗯，断了我打吃。他长。然后接下来，对，这我也不知道从哪儿。不是，他是这样打吗？这样打好不好啊？
打了他可能会不打了他不一定行，不是你打了他要吃你，他不他就这样来了，哦，那要死了，粘上了，对，粘上了，哎，对，那要死了呗，对对对对，他你可能点进去，我是这样点吗？不，他会不是，哎哎，对，你说这个时候不打，直接点在那儿，这个，哎，对对对对对，可能这，那点这个他有可能挡，也可能挡，如果冲他就断了，对，是这样吗？有是这样，哦，他是有可能这么走。那这个好像死的可能性很大，很大。这没看到活路，看着很俗，但是就你拿它没招，这个棋你也比较可怕。对对，一般是不是职业都没有这么俗着搬的硬来？我们当时的理论都是，就是教孩子都是说，你不能这么攻对方，不能贴着就硬着来，你得松一松，你让他先张开网子让他跑。这是我们这个东方思维都是这样，什么东西攻对方不要太急，对，不能太紧，哎，不要太那个，要慢慢慢慢的，哎，先做一做，做一做这个后先期手段，先期的布局，先期的张张网，对，哎，这个之前做做。就腾挪的时候你得挨着他，就像你只是他靠你不做准备就直接这么来，这个棋就有被我们这种理论了。好，我们看看啊。不过他呢，就是说阿尔法狗啊，他是找一条离胜率的概率最近的路，对，所以呢，这个，他有可能觉得这个变化太多了呢，我就要把它去他把这个变化他算轻了，存减，算轻了，他要把这个反腐的变化都去掉。对他来说呢，他觉得这个是最简明的。这个棋呢，你拿它不是关键，你刚才这个拿它没招。对，你刚才那几个变化不行，你粘下面我这一段呢，你里面呢没有明显的好棋。没有明显的你能够拿住他的棋，你能找到一个吗？没有，没找到，没看到。即使我粘底下，脚上的勉强能活，这外面也是损失惨重啊。关键你勉强活都不容易，想活都难受。不是活都没有一个特别，我没看到一个特别的活，你能看到了吗？我如果刚才是这样的话，我们再看一下，你找一个明显的活的，比如说是这粘底下，粘我就断，对，那我就单飞一个，您觉得怎么样？单飞我跳下去，跳这个，对，跳这个我再打能打着吗？都能打着，都能打着，就算是我的，都是你的，再冲，再走，再顶过去，顶这个，顶这个，对对对对，你也没招，对，再断一个，那还真是不能活。走，你提我就算这样，我都算。都给你，都是你的，都是你的，那还是不会，你还是没活，还是不活。对，就是你又找不着一个明显，太受刺激了，就是找不着一个明显的你活法，没有。原来他不能活啊，对，你没有说一个明显的你很舒服的活，没有，我是活不了的，是吧？就是我现在还看不到活的，我活不了，活路都没有，所以你这个棋就没有特别，你虎我这一打，你这样我再给就硬虎住，打了你提我不是有个粘三啊，都没有，不行，白棋不行，不行，哎，我的结论是他不能粘底下，就你粘底下我就都给你断，我要把你吃了，不是你想活的问题，是你不行，所以这个一走呢，哎，他反而倒明显就是简明了，哎，你不能粘呐，粘这个棋太危险了吧？这个如果有胆敢粘，那我觉得黑棋是不是要杀他了？还真有可能。这能前面有路吗？我很怀疑。或者别的方向。你觉得是不是可以走的稍微再大一点？各种都有可能。这底下一个眼都没有，没有一个眼。不是，就是这个它危险性太大。这个不太容易。危险性太大。不太容易活，我觉得。危险性太大。没有这个胆儿吧？这街上。他就把这个吃了。这个太简单了，黑棋就这么就死吃一个。对呀，我就吃你这一个。就吃一个子，好。他走了一个最简单，但是比较实惠。他这个下法是最实惠、看得清的。刚才我那个就虚里的虚很虚的在那儿走一个，他如果再走，我还得花一手棋这么吃。他就是一步到位了。对，是的，所以他就是属于那种后半盘他能简化，他就尽量简化局面。对，这个他厉害，他会把它简化。看着比较俗，有些东西啊，他是
有悖于我们当时那个理论。对，是的。我们老是想着保留变化。嗯。它是直接，比较实际的。嗯。看着不是多华丽，但是呢，它比较实惠，比较简明。我很喜欢他后半盘的手法，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做不到，所以我要向他学习。这后半盘太难了，主要是。这个以后啊，以后会我们会发生变化。以后这个他的棋啊，有可能会让我们职业棋手会推崇或者模仿。嗯，是很多招法可以学习。以后可能不会打什么什么，现在柯洁李世石的棋了吧？什么李昌镐，现在可能会这个 AlphaGo 的会棋谱可能会让大家会真的去研究一下，会多打他们的谱，我估计。这个你像我们这个讲这个棋，本来看看他棋没什么，但是呢你看看你再研究的话，你还真拿他没招。对呀、说明人家有道理啊。是没错、就说明他下的是对的。好，我们继续看。这压一个当然是很好，然后这是他走的棋，这个棋呢其实是一个好点，这个棋呢这阿尔法狗啊，他往这个地方走是一个行为，你如果飞一个被他往前跳呢，他舒服，现在走在这个位置呢，你如果一靠他长，你如果在这里靠呢，他会扳断，他这个很在这儿断打，你这长呢他能够冲过来，这个棋就把你吃了，他把你棋筋吃通了。对，是他有这一招。暂时他能把你吃通，又能在这儿定型得先手。他有一个这个，那么这个应该说也是一步好棋，可以。实战呢，白棋冲了这个，对，他要求把这个头啊，这个地方打对，这个定型也是对的，对，他也。长不好，长被他贴了反而不好，这个定型李世石下得很果断，在这个地方我看了，他下得非常果断，就这么定型了。这个当时觉得这个白棋这个形状挺好，我觉得当时在看，很多人都说这是不是白棋现在优势。我当时我觉得好像如果这个地方对有作为的话，能够给他进攻的话，他首先他回不了家了，现在对他是不能没有正常那个联络，他只能打结连，那就不对了啊。就是如果能在这儿进攻的话，我倒是挺看好白棋当时啊。现在黑棋走了这个，走这个，但也很大，这个棋也是非常大的。如果换一个白棋在这个地方走的，他关键还有个中间进攻的问题。对，白棋有厚薄的问题。黑棋下的挺主动的这个地方。是的，然后白棋跳，李世石跳。对，贴跳一下，是像似那个什么，但这个时候啊，第一感是要长这个，往这儿长，长这个，白棋长这个，这个地方这儿有点，这个地方很薄，那个地方连不回去，这个对它具有威胁性，我觉得这个是有威胁的，这个棋这样下怎么也要对中间的这块黑棋冲击一下，这个好像黑棋再补起来。我们倒很想看看他到底怎么走，对，看他怎么来处理，或者反正至少给他点难题吧。给他点难题，长这个下不点，该点还照样能点呢。对，点一个挺厉害，这个点挺厉害的，很大。你长在这里点，对这有威胁；长在这儿点，我觉得更加有味道。是的。他没有走这个长，他去走的是这个棋。他长了这儿。长在这儿，这个棋呢，长这个不如长这个对这个威胁。你要对这个威胁到，还是要长这个。所以，但这招棋呢，就显得你效率不高了。这样的话就感觉不对了。我们往后看看，你要再长在这儿。黑棋这个就腾出手来了，接上，对，然后他就往这儿冲了一下，冲一个，对，冲一个，其实挺好的那个棋，是吗？冲一个挺好，冲一个挺好的，真没看出来，这反正没有什么特别，然后他顶住，顶住，对，这个棋他来威胁这个呢，看这你也要有考验一下白棋，对白棋，对，你看看你得先做眼给我看呀。
对，这样一来黑棋就不用担心自己的生死问题了。现在他搬一个，他就是这个当然是很大的官子，嗯，很大，但是你这招棋就那个什么了，这招棋浪费往这儿长，长在这儿了，没有长在这儿就不同不对了，不一样。现在是这个棋，他点看似很凶，哎，很凶的。这个棋呢，一下得利不少，是吧？他底下目数赚了很多，赚了很多。这个是把他给打通了，赚了很多。但是这招棋呢，你得废了一个。他看着觉得一这个都掏过来了，你空不对吧？会这么想，是吧？嗯，确实。但是黑棋还依然很冷静，他就唬住。这招棋太大了啊！他这招棋唬住之后就不同了。嗯，这个棋啊，冷静的最后一分析啊。其实这个棋虎上之后，你便这个不便宜，啊，是吗？啊，哦，不便宜，发这个是吃了不少。对，但你这招棋怎么也赚了点，就觉得。但这招棋你废了，哦、这招棋废了。你冲本来你在长在这儿，实际上它是腰眼上。嗯。现在被他虎了之后啊，这个棋形势不好。哦。反而不好了。对。我们看看，他主要是他后续手段，黑棋的后续手段呢，一会儿跑出来很大。嗯，现在白棋跳了、这个，白棋跳，对，白棋跳一个，然后黑棋尖，尖一个，他觉得这个那个角比这个大，所以他就选择了角。这是李诗诗、嗯，我们都期待已久，都说你这个早该点了、啊，赶紧 点，都早就念叨，从尖冲之前都开始念叨，一直到现在突然间，下了，我们觉得这个时候是不是有希望了？但是这个的确下的有点晚了，太晚了，没早点是吧？早点呐、啊。到这个都转了一圈了，你在这时候点、嗯、都着急，让人家很，而且当时还说电脑会不会立着吃你啊？最后结果是他让了，他根本就不那个，嗯，哎，没有这个棋，在他来计算呢，这个棋已经不对了。对他肯定就觉得已经这时候，我相信现在看他已经知道自己赢了，他肯定判断得很清楚，判断得很清楚。这个一到后半盘太厉害，太强大，这个实在是。黑棋贴过来了，贴过来，嗯，那个贴过来很哎很，他顶了顶一个立一个、嗯、对，然后又弯了一下，弯了一个。这个棋本来是黑棋搬一个搬粘都特别大，这个、嗯、啊，他这个让给了白棋，嗯，让给了白棋，这个非常大啊，这个棋，黑棋又顶了一下，哎，但是这个时候，实际上已经是说，这个都在他的运筹帷幄之内了。他已经很清楚了，没有办法，没有办法，你已经跑不掉了，跑不掉了，这个跑不掉了，哎，因为什么呢？他把这个吃的厚，他好计算了，这个也好计算了，嗯、把底下看着很大，当时还都在算空，我也在算空，我觉得是不是白棋的空还可以啊？会这么想？哦，对，你有会这么想？我要中间数了一下，就觉得哎，好像还能下，这棋不见得就输、啊嗯。对。但是后来仔细看看不是那么回事，仔细看后面的招数啊，嗯，很清楚，对，哎，他先刺了一下，刺一个，然后他断，他就跳了一个，他就跳了一个，对，交换掉了，对。但是这个时候也有人质疑说先尖，嗯，先尖或者怎么样，或者是就算走了之后呢，这个棋这也有个夹也能过、嗯、也都有关，但是呢即使尖着了，比如说他退让，嗯，你既然他搬打完他退给你度过，但是那个棋也不赢，也不行，也不行。后来差距挺大了，就是即使那样，他电脑会算的，可能他会比如说算赢的少一点，嗯、对，我少赢点就是、少赢点，赢个两目、嗯、一目，嗯，或者半目，他都有可能。但是呢，李诗诗这个下法，我们没想到他输那么多。对，确实差距很大了，差距很大。哎，最后十几目。甚至朝着二十步都方向走，这都快二十，这个我们就没想到。嗯啊，现在白棋冲了这个，然后把这个连回来，连回来，他接上，接上，对，再冲这个，冲这个，对，啊、这个你冲不了嘛哈，正好他有个接不归的，嗯、对，哎，黑棋跳了一下，跳一个，这个好棋，他跳在这儿让白棋难受。白棋你是走那个，他是这个落个先手，对，然后飞过，飞过，嗯，这个飞啊，看着说是哎本来。黑棋走的话会飞下来把官子打，实际上这时候就不对了，对，这个已经不太够了，收这个目就铁输了，还不如走走那面呢。哦，现在黑棋，我以为他中间是不是挺大了，
中间啊，中间这个下法。然后黑棋靠，一挖的时候他一点。哎，这个他算得准，这个厉害。当时我觉得是不是他看错了？看错了。但是他有一个这个棋，横着棋，横着顶，这个你必须吃。他把那个吃掉，这个大，这个大，这个等于是全收过来了。是的。其实他这个目算起来一算，反而大。嗯。所以还是这个电脑后半盘确实这个厉害。其实这个棋呢，走到这儿呢，白棋应该先打，对，你粘上再搬，但是它实际呢，它是先搬的，然后形成转换了，它干脆就把你吃掉了，避免变化。这个棋呢，一打它长，它把这个挖。实际上这个时候啊，后来很多人质疑说你应该走这个呀，冲出来啊，走这个给打劫呀，他提了之后你找这个劫呀，说是要这么干呢，说这是不是有机会啊？但实际上啊，即使这么干，人家把这个提了也输。哦，把脚吃了还是不行？也输。哦，实际也输。当然他没这么走啊。那差距有点大。没这么走，他说是很多人质疑说你打劫为什么呢？甚至走完了之后说你是不是有协议啊？这个都无稽的，没有，不可能有协议的。说我打不打劫协议？嗯，把这个转换了。对。然后黑棋把这个加下来了。哎呦，这个踢掉，这个挺大。他把这个长，哎，这个棋一长啊，被黑棋收的白棋太难受了。这个走完了之后，你看，这个都作用太小。没错。你把这个吃的这个便宜的大打折扣。嗯。他走什么了？你看啊，他是黑棋飞了一下。飞掉，对。这个走掉，然后又把这个搬了，搬了，反正也都是小关子了，小关子没有什么大的出入。这个走掉，对，这个太大，这个，然后这给你白棋这个挡住搬粘，对，这个是吧？走掉，然后挡住搬粘，对，这收了个小关子，没有关子了，对，然后这就反正这底下这个下法，我想也不影响胜负了，哎，都不影，这个就其实差很多了，已经。这个时候输了盘面快20目了，对，这个就我出乎意料，对，这居然差这么多，这期，对，出乎意料的确实就铁输。但我觉得这盘棋李世石输了之后，对他的信心肯定是一个严重的打击，对啊。那不管怎么说，后面还有三盘啊，那要看看他后面的表现怎么样。好，我们的讲解就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看，再见。好，再见。